就是。不用佩服我，小时候我妈让我办画展，一天画两幅画，那才是人间地狱呢。画。还要上课啊？算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毕竟每个人都不是完全自由的个体吧。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不过再次谢谢你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长什么样子，但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。哦，我今天的课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想先看看书。你可以先做点别的事情。我就先去做我的事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行，我还要再继续练。真的，休息。知道自己是不能和别人拥抱的吗？你只是个家教，对这家伙这么上心干嘛？林星辰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可能没办法。我配合你。
真是完美的演出啊。老师，可是江念宇学长并不是乐团的人呢。干你什么事啊？我决定接任我们乐团的指挥。